好，这节课我们继续接着讲啊，赵九峰老师的地理五卷啊，我们讲的水法。那么在前面的几节课啊，我们讲了四局的望去营生。那么望去营生啊，就是地望水啊，我们立的是长生相啊，地望水过堂归木库，右水到左归库啊，叫生于望同库。仁与财并集啊，那么第二个呢，我们讲了四局的生来会望啊，立的是地望相啊，长生水来过堂，同归木库啊，叫生来会望。那么生来会望呢，它是阳公敬神救平水反啊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我们讲了四局啊，山河四大局啊，金木水火四大局的自身借库消水救贫水法啊，那么它是立的是自身相啊，是右水到左绝处逢生，右水到左处乙巳丁癸。那么今天看呢，我们看第四个啊，那么就是四局的自望啊，自望相，望相衰方消水。旧瓶水法啊，也是望向衰方消水也叫旧瓶水法啊，阳公的旧瓶水法。那么这个望向衰方消水啊，它是左水到右啊，我们立的是地望向啊，望向的衰方啊，消水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望向衰方消水啊，它是一个化死为望。那么什么是化死为望呢？那么所谓的死啊，就是十二长生里面的长生沐浴冠带灵官地旺衰病死木绝胎阳啊，这个死啊叫化死为长生啊，叫化死为生。那么生呢？是长生，那么长生呢，指的是我们起的啊。那我们看一下，那么左水到右出乙啊，乙巳丁癸左水到右出乙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。24岁的甲卯乙辰，巽巳丙午，丁未空申，庚酉辛戌前亥啊，这是天盘的分针啊。那我们知道，左水到右出乙啊，出乙呢，它是申子辰三合水局的木库啊，申子辰三合水局的木库。那么乙辰是申子辰三合水局的木库，那么甲卯，那就是申子辰三合水局的死啊，这个位置啊，我们看一下，申子辰长生沐浴冠带灵官地旺衰病死木啊，绝胎阳。那么现在啊，因为堂局不适合立。自望相，我们就要立啊，不适合立正望相。我们现在呢就要立叫自望相啊，也就是化死为生啊。那么我们就要立什么相啊？我们就要立甲卯二相啊。那么甲卯二相呢？立甲卯二相啊，那么甲卯二相呢，是亥卯未三合木局的地旺啊。那么它的这个地旺，甲卯是地旺，对吧？长生沐浴冠带灵官地旺衰，那么乙辰呢，就是衰方啊，也是叫望向衰方消水。
往上摔发啊，我们请教长生啊，长生沐浴外带灵官，这个是木局的地旺，摔病死木绝胎两啊，这个是亥卯未三合木局的啊，那么也叫借库消水，那就是木局借了水局的库，木局借了水局的库。那么这个就是化死为旺啊，不叫化死为生啊，叫化死为旺啊。那么这个地旺甲卯，它是生子辰三合水局的死。现在呢，我们立的是自旺相啊，变成了亥卯未三合木局的地旺啊，叫化死为旺。那么我们立的就是甲卯二相，对吧？那么相啊，就是甲卯二相，对吧？那么坐甲卯，那相甲卯坐艮酉啊，那么这个呢就是坐山啊，坐艮酉相甲卯啊，那就是艮山甲相，酉山卯相啊，或者是艮接酉啊，或者是酉接艮啊，三七七三啊。那么水呢是浊水倒又过塘啊，生旺方来水过塘以后呢，就从这个啊乙方啊，也就是衰方去消水啊，因为甲卯是旺，那么乙辰呢就是衰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亥卯为三合木局借呢生子辰三合水局的借库消水啊，是木局借水局，木局借水局的库啊，木局借水局的库啊，去放水，也叫化死为旺啊。它本身甲卯啊是死水局的死，现在呢成了亥卯为三合木局的地旺啊，叫化死为旺，不做死路啊，化死为旺，不做死路啊，化死为旺，不做死相路，啊，不做死相路啊，这个呢就是旧瓶水法啊。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讲啊，那就是。实际上我们讲前面讲的正生相正旺相啊，它只属于净生水法啊。那么自生相和自旺相啊，属于呢旧瓶水法啊，旧瓶水法啊。那我们知道呢，水口知道呢这个立的相，对吧？立的旺相衰发啊，通过了变局啊，它本来水局呢变为木局啊，叫做变局。那么它配的龙，既然变了局啊，那么就配的龙就不一样，对吧？亥卯为三合木局啊，配的是鬼龙。那么鬼龙呢，以丁己星鬼啊，就从甲卯起长生逆行。对吧？长生沐浴快带灵官地旺衰病死木绝胎阳啊，重归木库啊。龙之旺，水之生，对吧？这个是水之旺，龙之生
啊，罗子深、水之蛙、水之蛙、罗子深同名木库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望向水法，对吧？我们在前面讲过九星水法时候呢，我们讲这个水方可以聚水，对吧？我们说这个水方观局聚门星，啊，它是聚门星，对吧？学堂水道发出名，啊，水道的发出名，少年及第文章赋，长寿星高金孤影，啊，出入起居乘四马。夜游歌舞玉壶春，啊，玉壶春，玉壶，玉壶春，啊，叫玉壶春。那么望极总宜来去极，也就是说呢，水方是可以来水，也可以消水，啊，就是放水，啊，来去啊都为极，但是一定要也需关怀。更留情，啊，那么水呢要弯弯曲曲，直旋九曲，不能直来直往。我们前面讲过的水口不同舟，啊，就是要弯弯曲曲，有情。那么这个是左水倒右，啊，左水倒右过堂出疑。那我们再看一个，那么左水倒右。出星，啊，以星丁癸，那么星就是水口。那我们说星是寅午戌三合火局的木库，啊，寅午戌三合火局的木库，啊，那么庚酉就是他的死，那么现在呢？这个死庚酉啊，它是火局的死，对吧？庚寅起长生，长生木鱼怪在离怪地旺衰病死木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庚酉呢是死，那么现在我们要化死为旺，啊，化这个死呢，要把它变为了旺，啊，通过变局，啊，变局，那么旺相呢就是巳酉丑三合金局的旺相，对吧？你看。长生木鱼怪在临官地旺衰病死木绝胎阳，我们先讲长生啊，就是长生木鱼怪在临官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地旺旺相衰方啊，那么星呢就是衰病死，癸丑就在木绝。胎阳化死为旺阳公就凭水法通过了变局叫变局庚酉啊，它本身是寅午戌三合火局的死位啊，现在呢变了。变局呢，变为巳酉丑三合金局的地旺啊，因此呢，我们立的是地旺相啊，下庚酉啊，那么下庚酉坐山呢，就坐在甲卯方啊，那么甲卯就为坐山，是吧？那就是卯山右相加山艮相，或者是加山艮相兼卯山右相啊，或者呢是卯山右相。借加三艮下啊，准子啊，三七二啊，三七七三区间啊，三七七三啊区间。那么这个下呢，不做死下路，而作为了变局的地旺旺下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。巳酉丑三合金局，啊，借呢寅午戌三合火局的库，啊，就是金局，借火局的库，也是借库消水，化死为旺，
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呢，它的水口在心啊，那么力的向是根由而下，左水到右啊，那从生旺方来水归呢心，左水到右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还要知道它配的龙。那么巳酉丑三合金局啊，配的就是丁龙啊，斗牛那丁狗之气啊，那丁。那么丁呢，就从庚酉起长生，是吧？巳酉丑三合金局啊，长生、沐浴、冠带、临官、地旺啊，那我们就从庚酉呢啊，庚酉是地旺啊，它是这个。生寅午戌三合火局的时，是吧？它是火局的时啊。现在呢，化死为旺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啊，就从庚酉起长生逆行，沐浴、冠带、临官、地旺，水病死木。绝胎阳，那么关于龙的生旺死绝，我们在前面呢讲过了 N 多次啊，在这里呢我们就不重复啊。那我们再看左水到右啊，我们讲左水到右出乙出辛，我们再看左水到右出丁啊，那么丁就是水口啊，我们看双三五行。丁未庚酉辛戌甲亥啊，那么左水到右出丁，那么丁是亥卯未三合木局的木库，那么丙午啊就是亥卯未三合木局的死位啊，现在又化死为旺啊，要把这个死呢化成旺啊，那么丙午呢是。寅午戌三合火局的地旺，那我们说庚寅起长生是吧？长生、沐浴、冠带、临官、地旺啊，然后呢，丁未呢就是衰、病、死，火局的木库就在辛戌木。绝、黑、阳，对吧？那就是旺相衰发消水，也是呢，借库消水啊，就是火局借了木局的库啊，这个是寅午戌火局啊，借亥卯未三合木局的库啊，借了亥卯未三合木局的库去放水。那么我们立的呢，是旺相，火局的旺相，丙午二相，是吧？立的是丙午二相啊，那么是相丙午啊，那么坐啊就在这里，对吧？那么坐壬子啊，相丙午壬申丙相子申午相啊，或者是壬丙见子午叫见子午啊，或者是子午见壬丙啊。那么这个啊，就是化死为旺啊，一定要清楚这个死啊是亥卯未三合木局的死。现在呢，通过变局啊，变为呢寅午戌三合火局的地旺啊，化死为旺，也叫借库消水，是吧？寅午戌三合火局。啊，借呢亥卯未三合木局的库去放水啊，那么就是阳公净身救平水法啊，阳公净身救平水法。那么寅午戌三合火局啊，从庚寅起长生，那么它配的龙啊，那就是乙龙。那么乙呢，从丙午起长生，是吧？
沐浴，长生沐浴冠带，灵官，地旺，水，病，死，木，绝，黑，雅，对吧？木库，啊。龙之生，水之旺啊！龙之旺，水之生，对吧？就是水之生啊，水之旺，龙之生是吧？龙之旺，水之生，同归木，就是呢合局。这个就是龙水相的配合，也叫玄关同窍。玄关同窍，水出左水到右啊，那么是左水到右啊，立的是丙午相啊，出丁啊，那就是长生方来水过堂啊，从丁方呢出去啊，丁方呢出去，我们立的是壬子二相，也是玉带缠腰，那么进神就在庚寅啊，退神就在丁未。因此叫阳宫敬神救平水法，那么最后一个，我们再看左水到右出癸啊，那么癸呢是水口啊，壬子癸丑庚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艮酉辛戌乾亥，对吧？那么癸丑是巳酉丑三合金局的木库，是吧？它是金局的木库，那么金局的死就在壬子，是吧？你看长生沐浴冠带临官，啊地旺，这巳酉丑三合金局啊，那么就从巽巳起长生，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地旺衰病死啊，它就是巳酉丑三合金局的死啊。我们现在呢，通过呢变局啊，把它变为旺。啊，化死为旺，那么旺啊，就是申子辰三合水局的地旺，对吧？然后呢是，从坤申起长生，是吧？长生沐浴啊，坤申起长生啊，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地旺啊，衰病死木绝胎阳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水从申旺方来过堂，然后呢，申旺方过堂啊，然后呢，从归方而出。那么这个呢也是借库消水啊，那就是申子辰三合水局啊，申子辰三合水局借了巳酉丑三合金局水局借金局之库啊，去放水啊，去放水。那么申子辰三合水局。他配的龙就是兴龙啊，叫兴人会而聚成啊，兴龙。那么兴龙呢，就从壬子起长生逆行啊，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地旺啊，看龙之生水之旺，水之生龙之旺，对吧？那么他的木库呢，就在乙辰。地旺，然后是衰，病，死，木，绝，黑，阳，那么其实呢，只要你把这个龙水相能搞得清楚这个实际上呢是非常的简单，也就呢旺相衰方，那么旺相指的是变局以后。对吧？变局以后的那么它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水出乙，对吧？那么现在通过变局变呢，乙为衰，
啊，它是亥卯为山河木局的衰相，那么甲卯就为地旺，对吧？旺相衰发消水，啊，那么甲卯，它是申巳辰山河水局的死位，啊，现在呢变成了亥卯为山河木局的地旺，啊，叫化死为旺，那么赵九峰老师呢，我们把书打到89页，啊。那么赵九峰老师的讲啊，以下四图巨蜥借故消水自旺相，和阳公敬神救平水法，唯有衰方可去来啊，唯有呢衰方啊可以去水来水啊，变局以后呢啊，它是水局的木库啊，现在呢变成了亥卯未三合木局的衰方啊。唯有衰方可去来，此化死为旺，不做死相禄啊！化死为旺，那么不做死相禄，也就是呢，他已经变了局啊，不能作为啊申子辰啊，不能作为呢申子辰三合水局的死相去弄啊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，那下节课呢，我们继续看啊四局的。地旺归绝啊，地旺呢归绝，就凭水法啊。好，这节课就到这里，再见。